六五四三二一，京东双十一开始啦！快去抢，老板快去抢！三二一 ，It's bigger than Black Friday, bigger than Cyber Monday.It's the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我们是打仗的。Over 139 billion US dollars worth of goods bought. More than 4 billion parcels delivered. Star-studded shows. The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shopping events.Go behind the scenes to find out how Double 11 sales break records every year. And what it takes to capture the hearts and wallets of consumers today. This is the world's biggest shopping spree.其实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真的觉得双十一如果我不买东西，心里空落落的，就感觉我好像错过了一个亿的感觉。但说实话，因为我在直播行业两年，它确实是优惠。如果说你想一个屏幕上是更大的话，那就选购我们 MH 那款。如果说还不是我们直播间的心动粉的话，一定要。今年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活动从10月20号就开始做了，然后一直到10月31号晚上8点是一波秒杀，然后从10月1号到双十一当天又是一波秒杀，所以说就是感觉第一，作为电商人来讲，感觉这个战线拉长了。它能红嘛？他们肯定是第一天的优惠是最大的，对，所以说我才会想到第一天就去看这个直播，就感觉。先到先得吧，就像你去超市的时候，就是刚刚出炉的面包，你总是最多人去买的，因为刚刚出炉好吃呀。你总不可能说放到下午了，你再去买，那肯定味道就打折扣了呀。According to a professional survey, that the action of paying the money is the most satisfaction for people, because the action of paying the money means.We have finished, you have closed the deal, you have made all the decision rather than just put into the list. 比如说这个产品可能前台价格300块，你就拍完之后，然后我们直播间可能会给你补贴100块、200块，差不多这样，那就相当之香了。IPSA 流金水，它市场价是两瓶的话是700块，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就是580有两瓶，然后它会送好多东西，同款的流金水套装100毫升一瓶，然后同款流金水的中样30毫升的4瓶，然后新款第九代自律乳液30毫升的2瓶，然后还有2包他们20片的那个化妆棉，我觉得太划算了。很辛苦，宝贝，这个来给大家给我播一下129号链接的讲解。They do not leave much time or much space for people to think deeply whether or not to buy, why we will buy it. Just repeated,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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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This is kind of like brainwashing. 为了这次双十一，我就是提前好早做了一些功课。他6天前就发了那个超完整版攻略。有详细的描述，图文并茂，我觉得特别适合我这种不喜欢看太多字的人。现在心情有点紧张了，因为还有26分钟就到8点钟了，就可以开抢了。哦，我现在开始抢个红包，又是2.9毛，又是没有破1块。天哪，天哪，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的手滑了。完了，我今天可能抢不到东西了，怎么办？太累了。
真的。而且我还有几个它的链接还没有开始开，我还得等着，因为这个直播间现在链接上的速度是有可能30秒就上一个，1分钟就上一个，就是你稍微打个岔，你想买那个东西可能就跟你拜拜了。全国那么多，现在有多少人？9690.1万观看，这么多人都在抢东西呢，肯定战斗。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我这次双十一大概花了3000-4000，比如说我给我爸爸买一双那个就是李宁的那双鞋嘛，平时的话就是899，但是我那天抢的话就是599，对，就是价格的话就是很低廉，便宜300块钱嘛，那干嘛就是咱们不买，对吧？它优惠都是阶段性的，每个月都有活动，所以就不觉得双十一一定会有很大的活动，或者一定要在双十一购买很多的东西，就是常规的购买消费。我也期待，其实我会一直在 APP 上去搜各种各样，我自己有一个清单呢、这个清单就是说我需要用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去看那个价钱是不是有真的便宜。Nowadays, the Double 11 Festival is not just a big sale. It is kind of a cultural phenomenon, cultural trend. If you are not in the group, then you will sometimes feel out of the fashion. So people, they do not want to be alone. They want to be a group member. 人们把双十一已经不单纯作为一个网上购物的一种行为和方式，而是一种现代生活和现代这个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消遣方式。消遣就是 relaxing， 通过这个得到 enjoyable， 非常放松了自己的心态。目前了解到，在这整场晚会当中的植入就不少于10个。那针对于每一个植入，在整个晚会当中具体是怎么呈现的，包括机位是怎么配合的，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大联排看到，找到问题，我们还有时间能够解决。因为20秒，奥手啊！我们是打仗的，我们有严格的时间点，什么点什么时间干什么。你比如说这个东西。1打400份，这直播流程怎么能保证安全性？怎么能保证你上来？你看每一个点，每一个为什么这写2个人？因为要推2只话筒。为什么这写这么多人？你本来就写一个京东图书加冻土豆就好了，为什么要加1、2、3、4、5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要推话筒，少写一个人推错了怎么办？2-3千个 Q， 我要是紧张了，别人都会更紧张。所以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不能紧张，我得很开心。今天我的客户来了，因为蒙牛是我们这次晚会的冠名商嘛，那今天其实在整个晚会里面有很多蒙牛的权益啊，已经在做一些释放展现了啊，包括我们整个植物美的灯箱啊，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那这一次我的客户就是蒙牛，他来了，那我其实全程在跟他去对一些这些权益的内容和展现啊，然后我们会工作到比较晚的一个时间啊，但是第二天还会元气满满的起床，然后继续投入到这个战斗当中。对，3、2、1，演练开始。我们今天的话，主要就是说，做一个联合多方的一个DDoS攻击的一个攻防演练。我们可能分不同的场景，模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正式线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攻击，看一下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会实际的响应时间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预期。
选择凌晨时间的话，主要是避开我们的这个业务高峰。通常情况下，我们白天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零点啊，都会有这个大量用户在线上购买我们的这个产品。空气如果说空气流量特别大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出口空房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户使用我们的 APP， 他可能会有一些感知，就是说刷新页面啊，或者打开页面啊，可能会比较慢。啊，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做一些人工的处置，去把这个空气给干掉。心情还是有点激动吧，有点兴奋。因为我这边需要去想一些场景，就不让防守方去猜透我会发什么样的攻击，还需要关注一下现场的业务，看一下防守方能否准确的防住我的攻击。发现攻击之后，我们还是响应比较及时的。它的那个增加的难度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不够，希望它再多加一点。这个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了嘛。刚才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点困了的，就感觉眼皮都要睁不开了。但是呢，这会儿呢，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感觉状态又回来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三个场景嘛，然后按照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可能要等到五点多，能把我们预期要演练的场景都演练完成。台里面总会有很多变化，有的时候艺人可能之前决定唱这首歌，然后可能临上台之前然后又会换歌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及时的调整，面对他换了歌曲，然后我们就换不同的舞蹈。前期我们去排练厅会排很久，大概会排个三四五天这样子，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吧。现在是6点半了，离那个直播正点还有1小时左右。我们现在就在这后场，准备等会儿上场之前开开声练练声，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这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出演的都是特技，都是一些武打特技的这些动作。现在就是整装待发，现在准备热身活动，期待上场。各位老师，我们告诉大家，这里是中国最有审美、最高级、最璀璨的交响乐的现场，人就是最伟大的舞美。谢谢大家。1分30秒。这个对，子季老师注意啊。9 8 7 6 5 4 3 2 1。到双十一的时候，货量是平常的3倍，就这几天会比较忙，一般早上上班都是4点半，早点的话就是9点多，晚的话有可能会冻到10点半、11点。一个人的货量如果翻到3倍的话，就一个人必须得找两个人来帮忙了，就是家里的亲戚或者京东总部的人来给我们帮忙，可能像送的就可能比较快一点了。所以通过双十一，我个人感觉到是证明了中国供应链非常了不起，非常完善。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供应链，拜托了，什么都完成不了。我经常就讲到，中国实际上经济发展有3链，第一就是 supply chain， 第二就是 delivery chain，
第三是 demand 制，这三链非常重要。如果是关于 supply， 关于 demand， without deliver， nothing could be happening。而中国的这个 deliver chain 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是最灵活的，最完善的。它能及时的给你送到家门口，24小时。这些全部都是我双十一在直播间买的战利品，啊，哦，这是我买的眼影，3CE 的，然后他送了一个帆布包，一个迷你唇釉，好像是原价是700多两瓶，然后我在直播间买的是580两瓶，然后送了好多好多小样。我们家这次买东西全是我一个人做的攻略，这应该是。抽纸，哦，抽纸一箱，还有一箱，应该这个是我买的柔顺剂，应该，这个不知道什么，先拆吧。哦，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定妆喷雾，我的老天，这也太多了。啊，这是送的，全都是送的，我就是一个被赠品冲昏了头脑的女人。就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购物了，因为东西都已经买到手了。我是肯定会蹲在直播间里头的，因为我就怕稍不留神我的东西就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说我在买完我所有东西之前我都是不会离开我的直播间的。我朋友就是在私下总是说我是行走的种草机，就因为我买了东西以后，如果是真的用得好，我会特别形象生动的给他们推荐。我会比较关注有什么优惠，然后双十一我会跟他们介绍，比如说你平时买的这个东西现在是多少多少钱了，然后送了多少的东西，相当于，比平时买要便宜多少多少多少。就是我不觉得这是很耗费我时间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因为买的都是自己必须要用的，不是说，我买一个就是纯观赏的东西。是我每天都需要的必需品，所以说我觉得这就像你每天去逛超市一样，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他把它从线下变成一个线上的一个行为。Perkiraan sih yang aku hemat bisa 10-20% lumayan lah. Untuk sejarah sih ya belum pernah dengar sih kak, aku baru dengar di negara Indonesia aja sih paling. Tipe orang yang kalau belanja tuh ada keperluannya doang ya. Tapi mungkin misalnya ada beberapa barang yang aku suka, misalnya kayak buku atau alat-alat elektronik, power bank atau headset. Itu mungkin aku tunggu diskon yang 11-11nya itu biar mungkin lebih murah dan ada diskon lebih banyak lagi gitu. Tapi kalau misalnya untuk ada diskon yang 11-11 tapi aku lagi nggak mau beli apa-apa, itu aku nggak tertarik untuk beli. Untuk cari barang apa, aku sih selalu nyari kebutuhan aku. Kayak seperti itu, aku bulan ini lagi butuh apa nih, kebetulan ada 11-11. Nah, aku pasti cari kebutuhan aku. Semisalnya itu kayak sepatu, tas, baju juga. Soalnya kalau nunggu 11-11 itu pasti ada promo sih dari apa, dari potongan harga, terus dari gratis ongkir. Itu enak banget sih sumpah. Asalnya sih aku nggak tahu, cuman kalau 11-11 aku tahu, cuman asalnya aku nggak tahu. Suka banget, aku excited banget sih, emang aku suka belanja. Tukang paket tuh selalu ada ke rumah, sampai sarah lagi paketnya dateng gitu. Kalau aku pribadi sih enggak, karena emang aku suka belanja kali mbak ya. Aku emang seneng belanja, cuma paling mama paling, kamu beli paket apa lagi sih nak, beli apa lagi sih gitu. Tapi ya udah kata mama, nggak apa-apalah, biarin aja, yang penting anaknya seneng. We in Indonesia and Thailand, can be said to have copied the Chinese model. In the country, we established a self-owned online shopping business, including self-owned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clearly able to help
消费者实现当日达和次日达，这个对于当地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升级。根据我们的观察呢，此前这些区域的消费者呢会把电商认为是一个最为典型的高性价比甚至充斥着假货的渠道，只是满足他们买便宜货的需求。但是京东进入到这个市场之后呢，我们带来的是明确的行货正品和超出以往的配送的效率和服务的品质，真帮助当地的消费者呢重新去认知电商渠道对他们的价值。今天呢是双十一的第四天，恰巧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商超的一个大的日子，就是大的促销节点。那你能由你看到呢，现在我们所有团队的部分，这个同学还打电话还在要这个浮桥墙的这个货，然后我们今天采销呢，现在目前为止也在盯着库存和销售。那整体上呢，其实我们的销售还是挺高于我们整体的这个销售预期的。我对双十一的感觉，如果作为我的角度，采销角度是痛并快乐着，痛是因为这个。因为大家每天都是这种熊猫眼的，然后团队处于非常非常紧绷的状态，万一出现一个价格门，那真是赔到姥姥家里了。我们这个部门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水果，你不要看简单，它是一个橙子和香蕉，它寓意着我们的成交。橙子和香蕉，成交。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size， 对，就是试吃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在生鲜，如果你不长肉，那就说明你对这个产品肯定是不够了解的。对，我们现在的 APP 是一个叫千人千面，就是一千个人会看到一千个不同的页面。那这个主要基于一个用户浏览习惯啊、购买习惯、消费习惯的这么一个场景来去做的。年轻群体是什么样的？男性购物是什么样？女性习惯什么样？那可能，一二线城市和下沉市场也是有区别的。然后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说我们在产品的选择上，然后价格的设置上，包括这个资源位的一个露出的顺序啊，资源的页面的搭配情况，其实都是，为了匹配这些消费者的习惯来去做的。电商呢，不仅是抓住了机会，而且它抓住人们的心理，就知道人们的心理在目前的情况下，它最需要的是什么。当他们把这些市场都调查的清楚的之后，所以他们在。备货和准备货源的问题上就有针对性，所以可以看出来，在这一段的销售当中呢，是许多货源是充足的，而且商品品种非常丰富。大家会觉得，哎，直播这个事情还蛮简单的，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说就好了。但其实它背后的团队，无论是选品啊，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些背景啊。以及我们摄像机的机位啊，可能我们一个机位要调一个上午，或者说就一整天，差不多真的是一直在调这样一个机位。我第一次接触家电就是，第一次上直播的时候，上大厂家电直播的时候，啥也不懂，啥也不会。你站在直播间，你会就特别想挖个坑给自己埋的那种的，就是你不知道要给大家输出什么。然后后来我就会去各种论坛去看，然后就是逮着一个修空调的跟他唠半天。货比人更重要，这也是我在直播间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主播，你不仅说要把货带得明白，而且你要把货能给大家讲得明白、分析得明白。首先，人家进来发现啊，你没有套路，你是真正的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虑他真正需要的品是什么，而不是说一味的给他去灌输你要一定要去买这个品或者怎样怎样的。10月10日，然后是双十一的前一夜，然后对于整个的电商来说，包括对于京东来说呢，那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类似于我们电商人的一个除夕春节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大家多大呀？二十八。
我们会在在八点的这个时间点，无论是说所有的产品还是价格，还是说这个怎么说产品的数量、产品的品质，都是在那个节点会做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爆发。现在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产品价格、利益点，包括活动页面，包括所有的库存准备，都会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汇总和演练。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类似于大战前的最后的准备阶段。来，大家点好页面啊，总价大卖啊，同志们，大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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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宿舍姑娘，还有最后一分钟，大家准备上线了啊！检查一下前台页面，这边有上价格，营销注意截图发群里。打脸了，开数了。跳动的数字呢，就是京东双十一期间累计下单金额，截止到2011年10月11号下午2:09，我们的累计下单金额达到了3114亿。相信熟悉京东的媒体朋友对这个数字会很敏感，因为我们又破纪录了，我们再一次的超越了自己。再一次的为行业书写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今年呢，有几类商品的呈现的增长是特别让人振奋的。首先是带电品类，特别是以家电为主的品类，它的成长呢超出了以往。首先呢，疫情以来，消费者在家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个居家的时间让他们有愿望去升级自己的居家环境，或者是就是说他们希望有更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疫情的影响，都认为今年双十一不会太热闹，不会太繁华，但是今年的实际表现还是超出人们的预期，人们的这个消费能力呢，正好就在国内市场上得以释放。而这个双十一呢，也是抓住了这么个机会，所以这也使得这些消费力量从境外转移境内市场。中国的消费人呢，对于国外品牌的关注点开始往国内品牌的关注点转移。原来出国就想买 LV 啊，什么兰蔻啊这些东西，但是最近这段国内也能买到，但是他们又更青睐于国内。商品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呢，就是年轻一代渐渐成为了中国消费市场的主角了。那包括 Z 时代的，甚至00后的崛起，他们的消费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在改变整个市场的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和制造商会针对这群年轻人去定制商品，大量的中间的渠道甚至线下门店呢，也会针对他们的消费习惯而改变自己的营销方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是一代只愿意为拿得着、摸得着的实物商品付款的人，那这一代的年轻人呢，他们是愿意为商品、为服务、为内容而付款的，所以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完整的体验。所以我相信呢，双十一会一直火爆下去。